想不想用游戏来环游世界呢？那这款的狂飙极速氮气喷射呢，就可以满足大家哦。因为呢，这个游戏里面收录了世界20多个国家的风光哦，可以让你尽情狂飙，实在是太刺激又好玩了。马上呢，我们也赶快来大踩油门，尽情狂飙吧！大家想尝尝在世界各大著名景点极速飙车的快感吗？那么来玩这款狂飙极速氮气喷射就没错喽。这款曾在智慧型手机上大好评的赛车游戏作品，如今也会推出 PlayStation Vita 版本。玩家不仅可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、中国上海、法国蒙地卡罗等20条城市赛道狂飙，还可以在赛道上收集物品、花式撞车、跳跃、超捷径、氮气加速等等。加上网路连线功能，还可以最多8人对战，同场较劲，一起来力拼高下哦。